大家开玩笑，不要被吓到。石龙小龙，石龙虾仁，石龙虾粉。再给我拿一个红烧牛肉面，三个牛肉面，给我加牛肉在里面，好吧？加牛肉。挤得双击么么哒。那我们今天老规矩，按照上海的规矩，好，我们所有人把手机拿出来，然后等一下服务员上菜，选一个手机丢锅里，丢锅里。服务员上菜，选一个手机买单。哇！咱们现在就把手机先放这呗，好不好？这个上海的规矩有点厉害哦。来传一下，传一下，传一下，传一下。没有手机开始了。糟了，那个白色的完了。那个白的这么明显？你们手机全是黑色的，只有我的是白色的，不公平，我输定了。好，我们所有人的手机都在这个地方了，这样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聊天，不要玩手机。好，来了。就现在我们要买单，然后你随便抽一个手机就可以了。胜利！哦，小龙来了，小龙来了，小笼包。啊，一人一份啊！牛肉面放中间吧，均分放吧。哇，好好吃！这是个啥节目？这是个吃播吗？这是一个吃播。要餐，好的，帮忙点一个炸的饺子呗。不要这火，姐姐，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饮料吗？矿泉水有吗，姐？姐，再要碗牛肉面吗？谢谢。再来几轮包子吧。